今晚三位音乐家真是个个身怀绝技，演奏的精彩绝伦。大家要不要他们三位音乐家同时登场，为我们即兴变奏一曲中国乐曲呢？好，下面就请欣赏 One Night in Beijing， 北京一夜。 Please enjoy。
Thank you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华乐中国风总导演、总策划朱红先生登台答谢。Thanks to the musicians for their wonderful performance。感谢所有幕后工作人员，更要感谢各位来宾的光临。让这美妙的乐曲伴随着五彩金秋的红月，留在我们的心中。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Thank you for coming. Have a good evening.